天我们要干嘛呢？今天我们要来吃喝吃我们姐姐他们开完的食物惊喜箱，这么多种口味。首先，林一心，你是现在国小五年级的，要升六年级。现在你和妹妹两个人一人要选一个饮料，把这六种饮料就是开始来把它喝完。就你国小生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些饮料？这个大概是的。知道哪一个叫来试喝看看，英姐姐会跟你介绍这是什么。看一下这个哦，他们已经有选择了啊。芒果的，芒果这个呢是综合果汁，它呢还有其他口味，你可以来喝喝看。它的还原果汁有二折。你喜欢芒果吗？嗯。有喝过这种口感？很甜，是不是？你现在闻得到。所以很甜跟很冰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哎、欸，妹妹，妹妹觉得甜吗？好喝。哎、欸，换我了。哇，好像很好喝哎、欸，可见姐姐是比较不喜欢这么甜的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她又开始喝起来了。好，小鱼要选的是欧哈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气泡水，然后它是荔枝口味的，你来喝喝看。人家爱的荔枝。真的，你最喜欢荔枝。你刚才完全没有看到前面，你知道它是栗子吗？哇，天哪！看小朋友喝饮料好像很好喝哎，他们就这样子一直咕噜咕噜这样子喝，哇，好像很好喝。要喝完了吗？好，哈密瓜优益多，对，它是乳酸菌，有点像养乐多，你喝喝看。你们家很常去日本，不喜欢。哈密瓜不好喝。你们家之前去日本不会喝哈密瓜吗？不会，不会啊，味道好奇怪。哦，这个也是吃货们姐姐觉得最还好的一个。好，换你。这个，那个嘛，好。抹茶吧。哎呦，你好厉害，抹茶是茶茶豆乳饮料。茶。哎，喜欢吗？没感觉就是喜欢当水在喝。好，换你这个，你这个呢？核桃奶。对，就是坚果饮，很健康的饮果在。那你喜欢吗？不爱。OK， 好哦。我原本就很不喜欢那个这种的，它不太健康。奶，要不然坚果太健康了，而且它们合在一起就很奇怪。我觉得他不爱吃太多，有些坚果。坚果类的不喜欢吃，然后还打成汁这样子。对，小朋友不喜欢。错。好，再来就是，哎、欸，这个不是母亲，那个是那个吗？四千的。这闻味道吧，里面应该是。这个应该是。声音冷冰。这应该是小鱼最喜欢的。你干嘛？你最喜欢喝酸了、啊，真的好酸哦。什么醋啊？你最喜欢喝醋了，你喝看看，这样。挺甜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有梅子口味，所以它这样综合就会蛮甜的。如果给你钱让你去买的话，你买哪一个？这个。林夕选的是芒果，林妮妮选的是荔枝。好的，那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